阿甲汉将，然后今天韩国人来到我们的新天地，又回来到新天地。那今天是早上来啊，我要做一件非常大的事。今天做完就要开始吃土了。那我今天我要去买我人生中第一台的空拍机。然后这个空拍机啊，是因为未来韩国人想要拍更多大陆的风景景色，所以想说买一台空拍机，到时可以给更多人看到这个最真实的土地。所以今天我特别来体验，前阵子被美国啊说这个知情人士说要抵制啊，台湾媒体疯狂报的这个大江，我要来体验一下。因为在台湾大江非常多人喜欢，但是没有这么大一个旗舰店，所以我今天就来大陆体验一下大陆的高科技，体验大陆的这个大江的这个旗舰店的这个空拍机。那今天韩国人看看买了之后，然后就可以飞给大家看，然后把未来更多漂亮的这个风景给大家介绍介绍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前往大江，看看今天韩国人买的空拍机吧 ，Let's go。那韩国人现在来到我们的大江，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充足，跟台湾的那个规模差很多。因为台湾的朋友非常多人，尤其空拍机非常喜欢大疆，这是我觉得很成功的一个大陆品牌。尤其台湾的这些爱好摄影的都非常喜欢用大疆。然后我今天特别要来看这个 DJI 的 AR2S 这台。然后我今天来到这，待会跟这个店里的小哥啊，我们已经预约好要来学习一下怎么样拍空拍机，因为韩国人是初学者，待会来学习一下怎么飞。那待会这里就是学的这个地方，在一个小小的走廊，然后今天天气非常的好。那这里就是大江的店内的摆设，它总共是有两层楼，非常的高。我今天不是业配啦，所以可以跟大家介绍，就是台湾人还蛮喜欢的大陆品牌。它这里哦都会有这种可能产品展示的地方啊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今天韩国人要买的 AR2S， 哇，好刺激哦！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买了8000多，希望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品质，大家我们一起加油。虽然昨天很多人说可能怕没办法飞哦，能试就试啊。一小袋哈，对，是整个包哇，而且不大，对啊，这比较重要，因为我们出去旅游哦，很怕太大。哇，电子的一个零件，那我们就来组装吧。它已经组装好了，对，它就是要把那个机翼装上去哈。对，好 ，OK。大疆和大疆的亲人。终于可以好好的把我们的画面呢做得更好。对，在镜头前面。好。对应的橘色的脚链呢是这样，最好压下去，旋转一下，轻松装好。哦。对，这种快拆的一个脚链，这个也是。压下去，旋转。哦，这样。要去转一下，对，这里太高了，没有转，它这里可以转一下 ，OK， 这样，对，对，对，然后再压下去，再把后面背后拉起来，把整个卡住。然后手机就可以解锁了，点一下再长按，点一下再长按，这个也是点一下再长按，因为可能点一下。是在动，那这就是上海的一个地图，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是虹桥的国际机场，对，然后你会看到它像一个糖果的一个标志，
哦，所以这里就不能飞了，这里可以。对的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试飞喽。这边 go fly。Go fly。看到它的一个画面，然后把这个直方图稍微往上一点点，好，点击这一个长按起飞。桨叶装没有装好。对吧？哦，它会自己飞到1.2米左右的一个高度。对。然后我们把摄像头转过来，然后左手呢，你控制它的一个上升。上升。朝左看，朝左转头，不朝左，朝右转。对，这就是下降。OK， 好。好的。哇，刚好看到这个早上的新天地，又是不同的面貌。然后这里好美哦，这里好像就是一大的这个会址的附近 ，Lady N， 这在台湾很有名的这个千层蛋糕啊，然后台湾的网美都还蛮爱吃这个的啊。然后这里弯进去，对，就是那时候拍到的这个百货啊，还有一些这种上次排队的那个甜点。然后这里品牌基本上哦，韩国人后来下雨天有过来看，哇，都是500块人民币以上。韩国人只能把我们金钱用在重要的身上了，哦，没办法帮大家体验太多奢侈的上海生活，好，但是我们用眼睛看倒是可以的。来大陆就是要像小学青讲的，大家都要吃土，哦，吃不起这个茶叶蛋，吃不起榨菜。然后刚好这里有这个新天地他们现在的吉祥物，啊，很可爱。这是猫还是狮子啊？我这里真的是充满着艺术啊！各位，今天还是排了非常多人。那我之前下一天来，好像都卖光了。那前面就是我们之前买那个韩国的那个甜点，全人真的超级多哇！各位，有时候你会觉得这真的是大陆吗？真的漂亮到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。那各位买到了耶！终于买到人生第一台空拍机。今天做这些东西哦，希望更多人啊认识不同的大陆，希望大家我们在这个不容易的道路上面啊，哦，因为基本上大陆全世界都在抹黑哦，台湾汉奸第一岛链就更不用说了哦，所以我们竭尽所能，哦，把我们能做的就做到最好哦，大家一起努力哦，希望能把讲政治的用得更丰富一点哦，不要死板板。那接下来韩国人如果去拍一些空拍影片的话，再分享给大家。好了，如果喜欢今天这一集，记得帮我按赞，然后帮我订阅，帮我把小铃铛打开。如果任何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们大家讲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